声呐是利用声波在水中的传播和反射特性，通过电声转换和信息处理进行导航和测距的设备。深圳市智景科技推出的水下声呐搜救系统 SN01， 基于领先的 Active Imaging 成像技术，实现在任何光照条件下都能提供清晰的成像，为打捞救援、勘察检测、海钓探鱼等水面作业场景提供清晰的水下图像信息，大大提高作业效率。水下声呐搜救系统 SN01 主要由主机和探头组成，主机集成了显示屏、3D 结构扫描模块、电池等部件，方便易携带。声呐显示屏有9寸、10寸、12寸、16寸可选，亮度超过1200尼特，高分辨率，视角范围广，支持触控和按键操作。探头类型有4种，第一种3:1声呐探头标配，3:1声呐探头支持变频声呐、侧扫声呐、下扫声呐，最大侧扫达距离到左右182米，最大下扫距离达到91米，可以精确定位岩桩、立木、杂草、沟渠等。第二种 3D 结构扫描成像探头选配， 3D 结构扫描成像技术可以创建180度的三维视图，可以清晰还原海床、河床的起伏情况、沉积物或者附着物形态，为救援打捞、工程抢险、地质勘探等提供参考依据。第三种实时动态声呐探头选配，实时动态声呐可以清晰展现水下运动物体生命的实时动态，可以看到目标在海床、河床结构的相对位置，便于作业人员追踪目标或监测打捞作业，常用于应急救生、探鱼、海钓等。第四种水下摄像头标配，水下摄像头可以提供直观的水下实时成像，配合声呐成像可以更加精确知晓水下状况。